就落嚟，我哋又献英礼。我哋要请我哋嘅郑志勇弟兄同埋黄贤家姊妹抱起 baby 郑博文小朋友向前嚟，你咪都系抱埋佢个女嚟啊！一齐吓，一家人啊，好正吓，企喺呢度吓，企喺度。哎呀，感谢主啊！之前佢都有獻英啦嘛，係咪啊？唉，依家到你嘅，啲啲啊嚇，細路嚇 ，OK， 我哋向住大家啦，大家可以睇到佢影相啦嚇，企過嚟嚇，感謝主嚇。我會讀一段經文先嚇 ，OK。咁啊，聖經咁樣講嚇，聖經有好多經文講到兒童嘅。特別講到耶穌都係噶嚇，按照摩西嘅律法咧，滿了潔淨嘅日子咧，他們就帶著孩子上耶路撒冷去，把他獻與主。所以我哋獻嬰禮咧，就係把呢個 BB 交託俾神，讓上帝呢個係屬於你嘅，得唔得咧？屬於父母嘅，都係屬於神嘅。以至有呢個咧 BB 咧，上帝都會保守噶。阿門。啊，所以係聖經讓我獻嬰嚇。耶利米書都講到一句説話好重要，佢講：我未將你造在腹中，我已經曉得你啦；你未出母胎，我已經分別你為聖啦；我已經派你作列國嘅先知啊！哇！耶利米佢發覺到原來咧，上帝同佢講：你未出世，你仲喺呢個母腹入邊成緊形嘅時候咧，我已經知道你啦。弟兄姊妹，好奇妙，上帝已經認識鄭博文啦。當爸爸媽媽未俾佢起名叫鄭博文，上帝早已經知道啦。因为是上帝把这个生命赐给你的家庭的。好了，既然这样呢，圣经就这样讲下。箴言书22:6，他说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路，就是道路呢，他也必不偏离啊，他不会离开神的道路，这个很重要。还有一个英语很好的，儿女呢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。哇，你已经有两个产业啊。OK， 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啊！上帝赏赐你，少年的时候所生的儿女呢，好像勇士中的箭啊，好劲啊！箭袋充满的人便为有福，他们在城门口以受敌，说话的时候必不止羞愧啊！在旧约圣经呢，而多仔女呢，你就越强壮下，有好多人支持你嘛，仔女吓。所以呢，当然啦，今日世代呢，你已经有一男一女呢，一个好字系咪啊？哇！所以咧，一個人抱一個都夠啦嚇，第三個唔知邊個抱啊？啊，嫲嫲幫手抱嚇。OK， 啊，感謝主嚇。啊，最尾一個經節嚇，《路加福音》咁講，孩子會漸漸長大，強健起來，充滿智慧，又有神嘅恩在他身上。阿門。OK， 喺呢個時候咧，我哋要為呢個 baby。末有祈祷，将佢献俾神。我哋就起身好嘛？我哋祝福呢个 baby 吓，呢个 baby 系我哋嘅新嘅会友嚟嘅，系咪啊？一出世已经系我哋嘅会友噶啦，系咪啊？虽然未洗礼吓，会同我哋一齐长大噶吓。Amen。哦，主啊，我将啊，可以开少少嘛？主啊，将郑博文交到你手中，奉耶稣名，末有祝福佢。将呢个 baby 献俾主，主啊，佢系一家人，郑志勇大兄同埋黄贤家姊妹同埋佢嘅弟女，佢哋一家人咧要陪住呢个郑博文一齐长大。祝福郑博文呢个小朋友喺呢个家庭入边咧有上帝嘅话语，佢嘅身体要健康嘅成长，佢嘅智慧都一齐嘅成长，佢得到神都得到人嘅喜爱。主啊，佢喺教会长大嘅时候，佢会充满神所赐嘅智慧聪明。佢会喺教会嘅群体入边成长咧，系好健康，唔单单身体，佢嘅心灵、佢嘅情绪，而且主啊，佢会喺教会入边咧领受上帝嘅恩典、恩赐、才干。我从弟兄姊妹身上学到好多好多嘢。主啊，俾佢能够恩上加恩，荣上加荣，力上加力，祝福郑博文弟兄。这个小朋友好平安，好喜乐，好健康，好开心的成长在这个家庭。祝福志勇大兄和他太太连家姊妹，他们一家人有神的聪明智慧，
你带领这个小朋友很健康的，很开心的成长在这个香港，而且成为很多他同辈入面的祝福。主，我们感谢你小朋友带来很多的喜乐，带来很多的笑声在你的家庭，祝福一家奉耶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给主鼓掌好吗？哈利路亚，祝福你们，帮我给你证书，有证书的，证书啊，有证书，来这个证书以后给你看啊，我们牧师几时几时帮你祝福的，拍照来拍照，稍后他们一家人先，小妹妹，影相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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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靓靓啊！嚟，我哋两个牧师嚟，都嚟，大家可以请坐，大家可以请坐吓。啊，就影相先嚟，啊，你揸住，哎，揸住睇嗰度，影相。咁样揸住。哎，感谢主。啊，好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